8月24日23時27分，分局获报119转报案件，在安吉路两段外侧的机慢车道发生一件交通事故。原警获报前往处理时，发现骑士已经倒于路中，由救护车送往安南医院救治。那我们现场到达的时候，死者他是被路树压在身上吗？还是？由于这一件是119转报案件，所以原警到达时，伤者已经先由救护车送往安南医院。这个部分，原警到达时，伤者已经送往安南医院。所以你们没看到真实的情况就对了。是同地叫我去做笔录，我要求讲要去甲看现场，啊，那伊有载我过，伊载我过看，迄张纸我已经找完了，因为同地环保局来找完，迄阵时还袂。因为有一台车过二十家吼，你看到有新车进入出来，有放出来吼，迄车我已经讲倒离了，快车道，机车道过快车道，伊个主线道过其中拖出来，你一个快车道。啊，张女士是要下班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拜四要做兵了，后礼拜四要做兵了，兵甲照出，也要回来。我因妈妈打电话叫。赶紧回来，因为风太紧哦，袂用时间，赶紧回来，要回来，离岛啊发生的，拄着迄种树啊倒发生的。所以你刚刚那个盖就好没，树啊都安尼倒的，拄着风太侪，扫着风太过。啊，都唔知迄丛树啊是到底是啥时阵倒落的，啊，你应该是安那无介久的时间啦，啊无人一定通报的去处理嘛，因派出所讲进前嘛讲拢处理的顺。你刚刚那个盖申请过没有？是刚刚那只惊那无用。一个惊过，我当然我最惨的，艰苦啊，真，也去艰苦。我正是要等检察官来验尸，我今晚嘛唔知要讲啥啊。啊，这个病，我这我正目前我无想对遐去，有人咧甲我讲啦。啊，惊啥物？就是孝顺啊，安尼你讲安尼。有啊，我惊足大心的，伊就是高中。差无毕业，搁一六期无毕业，啊去朋友遐咧做工课，嫌趁钱趁较少，即摆变去我朋友，搁另外一个朋友遐咧学装冷气啦，去考高考，讲要做迄吼，以后较有出脱啦，要学一下功夫啦，啊拄啊订单来啊，又申请呾早点，还咪友好啊？你感觉？人处足大心的，叫做差伊就做啦。所以接到电话，你是惊一跳啊？是。当然，你是病院通知的。病院通知卡来讲，已经无法当抢救啊，还佫另外，阮就随便过啊。你讲应该是离现场了，已经断去啊，血拢流啊干去啊。